자, 클립. 깨래. 자제. 各位同心，还阁算到早啦吼，还要食中昼咧吼，啊实在真辛苦啦吼，啊连续三日啊坐伫遮吼，啊直直听直直听吼，大家拢咧期待啥物事无？毋是期待我，期待下晡咱的秘书长还阁一场演讲啦，啊所以咱还阁一点钟吼，啊顶一下去琉球，啊参咱的教务长郭宏斌教务长吼，商业大神啊都困东京。啊！你讲，啊！你齿科医生，啊，迄个医疗方面吼，老过去老包国民党有真侪弊病吼，啊！你才清楚，你会使起来报告一下咧吼。啊，其实吼，我从知影讲，咱的零和论述，零和论述是啥物？嗯？啥物是零和论述？啊，个只，吼、哦，对了对了，林志升秘书长吼，啊，个咱的何瑞元吼。啊，两个拼台湾的问题吼，啊，拼到尾啊，我接触着吼，啊，家己搁较了解落，啊，搁参加入民政府了吼，我实在足久无爱骂国民党啊啦，啊，都免骂啊，吼，咱对根本甲处理掉就好啊，对无吼，都免骂啊，所以呾呢，过去的朋友吼，啊，还搁讲着国民党啊，真愤慨，真愤慨吼，我免骂，免了迄个精神啦，较紧来参加民政府，逐个拼好，甲对根本甲乌掉就好啊，免做遐尼麻烦吼。啊！但是即两日啊，吼，啊有两项代志吼，原来很难免会有一点仔感慨啦。哦，咱常常咧讲吼，讲啊，咱个家庭吼，啊，大人拢咧甲囡仔哪讲，讲囡仔人有耳无嘴，捌听过无？捌啦吼，啊，啥意思？哦，听就好啦，毋通学袂讲啦吼，安尼吼。啊，拄着一个囡仔扑街扑街啦吼。啊嘛真厚话啦吼，啊嘛真爱安尼应嘴应字啦吼，啊伊妈妈甲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即、這个囡仔甲伊妈妈讲，哦我知我知，有耳无嘴，就是有尻川袂使放屁啦。啊当食啦，咱吼，袂使放屁是大代志呢，迄若毋拄会死人呢，迄放屁是足重要吼，歹势吼，你再讲这吼，迄是足重要吼。你若毋信吼，你若讲安尼有一日歹运吼，啊讲腹肚去互送入去开刀吼，迄开刀了吼，人来第一项毋是问讲啊有较好无，啊精神有较安怎无，啊会食无，毋是呢？这项代问讲你是医生入来咯，你放屁未？恁知影这代志吼？啊，迄个护士欠啊，你有放屁未？啊，恁太太来吼，腹肚小甲伊拍一拍，啊放屁未？非常重要。啊，但是吼，咱知影讲有一个做。郑鸿仪先生啦吼，我想咱大家安尼过去安尼，即几冬内底吼，啊无得甲拢啦，迄个9点开始吼，啊就走到电视顶悬要看郑鸿仪的大话新闻吼。郑鸿仪配十档安尼，吼，这电视顶悬配十档安尼，啊配到尾啊吼，尤其是旧年啊吼，哦，迄几档拢震动起吼，想讲啊，即个郑鸿仪阁继续配落吼，即声台北市政府无掠十个嘛掠五个，结果有效无？也无半个咧，尾仔煞变安怎？煞郑鸿仪家己叫硬起来啦。安尼你会怨叹无？后来还佫一人吼，就是迄个，最近最近吼，啊最近即站啦吼，啊咱有一个做汪本福本华吼，去找一个电台韩资电台吼，啊专门伫遐要叫我变啊啦。安尼去迄个电视的所在，跳入去用迄个铁架吼，铁栏杆啊，架架的，啊，春秋年年咧，讲你看啊，边后就叫关系遮啦，遮大景啦，安尼吼，夭寿哦，啊，叫我边啊，叫我即马变安怎讲咧？我昨昨日咧看者拢戆的，即马讲啊边啊，你用绝世的啦，绝世啦，妇女党都甲你赶出去啦，夭寿啊！台湾人安尼有可怜无？真正有可能无？恁看这电视，恁敢无感慨？敢无感慨？哦，我咧讲，我足久我骂国民党啊吼！啊，看到这两个电视节目，这个变这个款哦，我真正嘛足感慨哦。咱也无阁拍拼吼，这款的悲剧保证一直阁上演吼。
所以我今仔日甲各位讲，要来各位报告吼，就是讲我即个过去的劳保啦。哦，我是齿科医生吼，啊早期啊毕业了后，台北医院毕业了后吼，啊伫迄个家己基督教病院服务，啊后来家己开业吼。哦，迄阵劳保开始无偌久吼，迄要申请劳保吼，迄是安尼，迄个规矩吼，即摆来甲各位报告，各位一定爱笑吼。伊即摆一个地区要甲你开放几间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嘉义市，啊即摆要开放两间。啊，家己是拢总五十斤起考，啊，你要开放两斤，哦，你都安尼各显神通安尼，爱想办法安尼吼，啊，你就去啊，因的游戏规则安那呢，讲啊，你只要设备要好一点，你的医护人员要多一点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当然有你拢爱有，而且要比别人较济，你的平稳才会高一点，诶，其实拢无影啦，完全拢无影啦，上重要的你是国民党的啦。上着后壁爱晓写啦，哦，啊，伊咧甲伊评价吼，迄真有技术啦。啊，即摆即个规矩就设落吼，要去申请劳保，即摆五十间要开放两间咧吼。啊，我若申请无着，哇，我都无基本的客源，哦，啊，所以大家就拼，啊，拼到安怎呢？较紧的敲电话去甲迄个材料商讲，哎、欸，较紧，我这吼空间吼，你甲我搬几条椅来，哦，迄个治疗台吼。你甲采哦，捌吼，比理发厅搁较闹热吼。一摆伫本来干那两条椅吼，啊为着讲要劳保的人来看吼，用租的啦，五条钱的落钱，六条钱的落钱吼，钱甲一摆遮济。啊，那过来吼，讲哦，啊你唔是干那比设备呢，你都要搁比人呢。啊人呢，哦我医生搁加来请两个，啊护士有排我搁请五个，哦啊规阵吼，规阵吼。即请来即个人根本都无咧，唔是讲真正请吼，然后你排招来吊到遮，啊有心在人来看，啊看了后，迄个要心在迄阵吼，啊大家衫穿完咧，医生衫、护士衫穿个徛一排，跟理发店一模一样，安尼得防心在啦，啊这拢表面的哦，这拢表面哦，上重要就是你一定爱，最好是国民党啦，哦啊最好是跟遐什么劳保专员有关系啦，啊，搁较重要的，你爱写红包啦，哦，啊，即摆若像安尼落吼，我有一摆吼，啊，就是心早嘛，讲要开放嘛吼，啊，其实有几啊间的迄款牙科吼，医师本身的资历吼，啊，啥等等拢足好个吼，啊，但要经着一间啥，一间迄个医生吼，拄啊起起来。啊，起来吼，一个店面去甲隔做一半咧租人好收厝税，啊一半伊家己在咧做起科，啊设备其实无地好藏埋都足下嘛吼，啊但这个人都这个医生都足牛咧，诶拄着人吼，啊伫国民党内底做登记都是咧弄来弄去的吼，迄摆开放选着迄个医生，啊你知影评价要哪写无？其实行拢输人啊，包括医师的资历，包括迄个真正设备空间，伊都空间无够，设备嘛钱袂落啊吼。评价上，他有将来性，吼、哦，一句都拢从其他扫到了了啊，讲他有将来性。啊，所以伫迄个伫国民党的体制吼，迄真正制度的设计，其实就是上面就是要让你有通啊撑啦，和遐所有的公务员有通啊撑啦。啊，佫一方面吼。迄、那个设计吼，就是要阿妈棍甲你缩个啦。啊，啥物阿妈棍甲你缩个吼？我伫基督教病院，啊，甲我拄啊出来开个个，会开迄时阵吼，80块，看一个患者80块，啊，80块，伊安尼甲你讲，伊讲迄个哦规矩啦吼，规矩就是讲迄个摕出来只规格吼，规章吼，就写讲做偌济报偌济。啊！但是阮不管啦，阮照平均数，或者平均数，平均数就是平均一个偌济，就简单讲，拢一张劳保单，我不管你做啥，我就是80块给你啦。安尼讲啦，啊，即摆夭寿啊吼，无甲请劳保，你惊无患者的来源，啊，要甲请劳保，啊，一张80块，啊，你是变哪话？哦，真简单，我来讲，有一个患者讲，有一个第三大臼齿要办吼，我爱做偌济工课。第一人我在翕一张 X 光，吼、哦，我毋才知影讲这支水单是硬也扁的吼，啊，过来，迄个煮一支麻虾，吼、哦，啊麻虾煮了，
对啊，凹一波，迄迄款水拢会切开吼。你若有去往挽过第三道就知吼，迄都爱切开，啊切开看凹，啊若歹运吼，去拄着人三骹伊三骹半，哦啊人直个伊弯的吼，啊断一条在内底，迄有时凹到吼，医生规粒头拢肝脏共滴咧患者个喙内底呢。真个呢吼，啊即摆咧雾落吼，过来好，好不容易拿起来了。2个小时，足侪患者拢讲，哦，你知无？我叫对一个医生，我搞慢2点钟，慢3点钟，喙齿慢起来，我喙腔要合袂起来吼。我讲，迄是你徛伫你患者立场，安尼感觉足委屈的吼。迄个医生嘛足委屈的呢，昨暝起来睏无啥饱，啊起来去拄着你这度去补3点钟的，啊那照阵的规矩1080块啦，就是80块，平均数嘛。我怪你做啥物工课？他对你讲讲，我甲翕成 X 光，我都甲做一支麻虾，啊，然后我甲你凹一波吼，啊，凹一波了，佮甲你填2针，啊，填，佮来开3日的药互你食，你阵啊药拢爱家己开吼，安尼拢总80块啦。即看你讲啊，是啊，这是变哪话？哦啊，敢那一早啊，敢那补一个啊80块，参小姐薪水都无够。啊，有患者安那讲吼，讲医师无要紧啦，你拜托你甲用啦吼。看你爱几张，我摕来给你啦。欸，拜托你，爱几张你摕来给我，我都爱创啥？我都爱伪造文书呢。哦，过来伪造文书了，过过我就变贪污呢。所以任何一张劳保单吼，你若一个无小心，马上给你这个安尼医学院读几档，毕业了，搁考执照，考执马上叫你身败名裂，死甲足歹看。所以在这个制度之下，真正讲所有的制度拢总是在设计故意讲整个的控制。哦，好，你中等硬气，哦，你普通是爱讲话吼，像我头来讲个讲爱配啥配啥吼，你普通是做你配，上少你选举甲点点，你若敢搁选举出来配，马上甲你警告，互你身败名裂，你搁咧做医生，真的是这样吼。啊，这个80块这个吼。咱知影讲，像在甲各位报告呢吼，啊，真侪医生就安尼呢，无法度啊，真正袂生存啊。所以好啦吼，你我甲你做这个工课吼，你都爱5张劳保单。我唔知影咱各位捌拄着这款情形无？爱几张劳保单安尼吼？啊，即下我来甲各位报告讲，你做一个工课，一张，譬如讲挽喙齿，啊，干来使挽一摆尔，这支喙挽起来就无啊，对无？啊，你5张给我，啊，我剩咧4张变啦，我都爱写。都爱做 paperwork， 哦，书面作业嘛。啊，这 paperwork 要哪写？哎，最近若做嘞吼，有啥物做啥物工过吼，搁100档哦，有做无做看拢知影。证件冲阮嘛，哦，你囤一堆，拢约啊工过做一堆，拢知影。啊，知影有证件啊变哪？啊，都爱找个无证件啊。啊，啥物叫做无证件？证啦，牙周病的证啦，还是牙周脓肿啦？啊，即摆害这个患者吼。今仔日报这边证，明仔载报那边证，后日报换下骹证，搁大下报换下骹的正边证，那一日证未了啦。啊，所以来讲用迄个官方的统计吼，诶，迄个所谓台湾的迄个流行病学，啊，要统计讲啊，台湾地区啊，什么病上侪，什么病上，保证牙周病上厉害，大家拢做几啊十摆牙周病，当几啊十摆，啊，你证了就无证件啊，啊，我有证啊，啊，我着开药吃。啊！甲尿尿尿尿，啊！伊啊食啊都好起啊，啊无正气啊！啊，搁一个人，就是用挽喙齿啦，挽喙齿安怎去偷做手吼？你即摆患者来吼，那么家人收劳保单吼，啊，即摆无来想办法写，无来想办法甲消费掉都袂使啊！啊，即摆喙开个，甲你看哦，即去哦，譬如讲上颚第一大臼齿，左边第一大臼齿慢掉啊，硬慢掉啊，啊慢掉就无喙齿点。哦，无水底下就是更加写一摆。哦，这个水，迄个有残根，残根什么意思？蛮无清气的啦。哦，啊有啊，伊来时就一支残根啦、啊，啊我就是甲蛮残根啦、啊。夭寿哦，尾啊讲有迄个发生迄个人类史内底吼，讲有一个人啊共一个部位去水底，拢总去哦98医生甲蛮98摆。这拢真正的代志吼，这拢真正的代志吼。因为这个制度设计不是讲要一个合理的讲照顾劳工，真的不是哈。哎，这个设计就讲啊，表面上是咧做一个迄个劳工朋友的一款保险吼，啊，恁交寡钱，啊，然后
国家甲恁发落好势，啊，看恁会当健康受到啥物照顾。迄、那个设计完全毋是安尼吼，主要就是要将遮全台湾所有，包括齿科医生，包括内科，拢同款。阿妈讲甲你扫个掉咧，你若要攀我怎啊饭食，拜托了，你要低声下气。真的是这样吼，啊，尤其是用安尼吼来控制迄个维持他的政权。哦，咱知影讲啊，过去咱的先辈吼，啊，有遮医生拢真正安尼真有建设吼，啊，真早期敢打出来吼，就是讲蒋渭水啦、等等吼，拢真好打出来。啊，以前的医生较少，啊，有遮侪人肯打出来，啊，即摆医生遮侪，啊，找无几个敢打出来，啊，妈啦，够笨哇！啊，那教育游戏规则，啊，低声下气，哦，啊，想要甲巴结一下，啊，想要参伊妥协一下。哦，啊，迄个，咱啊，普通是知影讲，迄个过去的劳保专员吼，伫各地方的劳保专，迄种大老粗呢，哦，迄种迄个山东啊啦、啥啦，安怎款的吼，字捌无几字吼，但你唔通看安尼呢，专医管的地区，所有的医生、齿科医生拢总伫管的，照三节，你一定爱照有一个行情，你一定爱行到，啊，无你变啥我也唔知。我这都设计了，挑你尾，你偷你偷念的，啊，要偷你偷念，我若要甲你整，就完蛋啦。啊，所以你就是爱照游戏规则，迄个过年过节照常送，哦，啊，然后你偷你偷念，我办迄个闭一只眼，睁一只眼，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我未甲你讲，哦，啊，选举是点点，啊，上好来参我徛斗阵，安尼就无代志啦。所以用这个方式哦，将所有全台湾的医生，当然包括去个阿妈骨甲溜掉咧。要烹伊即款饭食，就是一定爱照伊游戏规则。所以伫迄个，阮拢有行过遮个路吼。啊，所以后来人家发现讲，即、這个社会若无真正一个公平公义吼，我们真的是深陷在政治的炼狱之中啊！就完全政治考量嘛。哦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要甲你控制迄个选票，控制伊个政权，就是用安尼嘛。哦，所以咱咧讲，哦，咱去美国啊告，啊告告咧迄个美国的法院吼，伫最高高等法院。甲咱讲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受统治伫一个无受承认的政府之下，64天过着政治的炼狱的生活，真的一点不错。哦，咱咧讲啊，敢有吼？敢以前讲，迄个1945吼，啊，12月25起来吼，啊，只土包啊兵团咧乱舞吼，啊，一寡无一间有人去中国吼，啊，尾啊40000+1个，啊，过个228吼，啊，过个什么？那个清乡白色恐怖，直直舞。嘿，这了解啦，吼，了解啦，迄是真正政治炼狱啦。啊，今仔日敢要有？今仔日互你选总统啊，敢要咧政治炼狱？我甲各位讲吼，18%就一款政治炼狱啦。咱中间吼，若有人摕18%吼，你免歹势，绝对这个制度毋是为你设的啦。哦，你利用政治力来制定某些特殊的政策。啊，再特殊的政策来照顾某些特殊的族群，啊，再用绑架这些族群来成做你选举的铁票，啊，这些铁票再来维持他的政权，然后，和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拢愤愤不平、焦虑难安，嘿，就是政治炼狱来，你讲是不是？所以我咧甲各位报告讲，咱的教务长咧甲我讲，你来讲这个医疗保险吼，我唔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但是我是将我实际拄到，来甲各位报告吼。啊，说这个过去的这个劳保吼，啊有真侪笑话吼。啊，但即摆吼，同款咱嘛发现讲，有健保敢若有较改善啦吼。啊，但健保了后问题还阁有呢，是安怎吼？台湾的医疗生态吼，自从去予财团。存入去这个医疗系统的手了后吼，规个生态拢变去啊，规个拢总变去啊。财团你敢呢？哦，我要来银行冒偌济钱，我就冒偌济钱。我要起予偌大间，就起予偌大间。我设备要甲买予偌好，啊，就会当偌好。但是财团完完全全是盈利为目的嘛，赚钱为目的嘛。啊，怎赚钱为目的？伊在算成本啊呢？我借来借钱，迄个利息爱偌济吼？啊，迄、那个人员配置要安怎？哦，所以财团的手存入去伫医疗系统了后，台湾的医疗生态完全无共款。医生变做啥？变做财团请来的，用迄个制度的方式，这个压榨着劳工啊。
拢总咧用用业绩咧分钱的啦。啊，业绩咧分钱，一出头就吃啊。哦，亏无必来倒啊啊啊啊！迄、啊那个亏无诶，亏无必来药啊啊，掺药箱安怎安怎交结安怎？哇！即卖医生哦，是安尼活在财团的阴影中，那个压力之大，除了讲医疗方面本身业务这个本行方面所带的压力之外吼，搁较严重的就这个用业绩在家里发薪水啦。哦，所以即卖医生真正比阮迄阵啊，搁较可怜吼。阮还阁有一个空间，我拄则咧顾会报告讲，啊好心嘞。啊，你讲劳保遐凄惨吼，啊你安尼一路安尼行过来，你是要哪？要哪饲某？要哪饲囝？好家在吼，好家在，我有去日本学矫正啦，学矫正吼，矫正知影啦吼。因讲说哈努那拉比，就是迄个敲喙齿吼。啊，矫正是智慧啦。啊，所以我迄阵啊，我想好，我了解这个制度，完全就是恶意的设计，哦。啊，但是我既然有甲你提，我绝对要照你的规矩。慢一步，步一载啊，80块就80块，无要紧。但是，迄个讲啊，我个人的生活，迄个助理的教育等等，啊，加在讲我还阁有一个矫正的这个工课好做。所以对你迄个讲过去的老辈不公不义哦，深痛恶绝，但是我。完全遵照他的游戏规则，所以就是安尼吼，即、這个安尼讲带有叛逆性的我吼，可能才有机会继续搁徛在遮吼。啊，若无像我即款的吼，搁叛逆，啊搁唔愿老早就向掠吼。啊，即下咱讲即个医疗的手伸入来即内底吼，上面它会浪费很多医疗设备，还是讲基本医疗资源。哦，逐项直直买，上新的直直买，直直买，直直买。啊，台湾人搁偶像崇拜吼。包括崇拜迄间建筑无遐大间，包括崇拜内底家具遐尼济，包括崇拜哦，人迄拢外出名的医生伫遐，啊，所以才变参小可病，拢就是中大病院啦。啊，若是中大病院，结果夭寿啊，普通医生家己开个啦，煞毋知要安怎。啊，你说比都无，哦，啊，人遐是啥物拢有吼，啊去啊去，你迄、那个你一般的毛病根本都毋免动用到遐大家具嘛。哦，所以等下我来甲各位报告讲，伫加拿大他们的迄个医疗体系。是安怎来设计吼？啊，恁听了恁就怨叹讲啊，有影嘞吼，应该是安尼，就较合理。啊，你都免家己去设计，啊，就干那个了解，啊，就知影讲啊，应该安尼做吼。所以，即个讲，迄个财团的手，从医疗的即个系统，让台湾的整个医疗系统都做，迄个生态拢总改变吼。医生诚做迄个财团的员工吼，啊，佮设计迄个讲都爱用业绩。哦，啊，所以说医生不得已，为着讲，啊，个医生吼，台湾做医生，你唔通看讲，哦，台湾做医生吼，外好拄外好。即卖医生吼，你若毕业了吼，三五档啊吼，那无再来去买一间厝养巢呢？那大家要死，做医生，那参一间厝也买袂起，那个也是压力呢。哦，医生，啊，你若买一台车二手的，那人医生在讲买二手的，那个也是压力呢。啊，所以医生在来爱外行看呢。哦，你无法度讲啊！我照我的原则，我照我迄个职业道德，啊，我安怎认真来做我的医疗工作？无法度呢！你说着安尼四方八面来的压力，逐项拢有吼。所以，人咧讲有个人讲，哦，你齿科哦，齿科最近上好，哦，即种一支嘴偌济愈偌济。我讲吼，世间无个上好的物件啦。你若讲要讲所谓的上好，完全伫迄个功利色彩在咧打转吼。我保证你都要心肝抓瘫痪啦，才有可能啦。哦，啊，你若讲照规矩来，我认真甲你做，吼、哦，我应当的报酬我摕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我袂乌白甲你骗。一个患者入来，我一看，即摆要对伊那底甲乌偌济出来。若毋是安尼的医生，我保证你无可能讲哇安怎，哦，无偌久就买一间厝，遮大间，哦，啊，我无偌久就迄个面子看来，哦，啊，无偌久就安怎拄安怎，无可能啦。上轨道的国家无可能安尼，互你污染。等下我就各位报告讲加拿大医疗系统，恁就了解吼。讲几下摆讲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哦。啊，所以伫台湾的医生哦，伫这个压力之下吼，真正实在讲，每一个人拢总真艰苦，不管叨一科吼。啊，尤其是阮迄外科系统的，啊，伫最近安尼医疗的风险阁大吼，啊，阁迄个。个人的诊所，啊，讲个人家己要设的病院，也无法度参大间的竞争，啊，落遮侪钱落，
啊，无人呾开甲倒店的人嘛足济呢，真正嘛足济呢。所以这个整个的医疗生态啊，这个财团的手村里面吼，上面医生真艰苦，上面医疗设备的资源浪费非常多哦。啊，佫上面这个患者就是讲一般的人会对这款医疗的认识也不清楚哦。啊，佫较惨的就是。健保卡地咧讲后，咱后迄个老阿吼，人讲老阿歹势啦吼，无要紧吼，啊，咱都讲惯势吼。后个老阿讲啥物，一日365日，啊，拢去看400摆，一间看了讲换一间，啊，药啊直直摸遮济，摸遮要怎啊？要摕去中国遐真正食。迄款漏洞无法度去动，哇，迄实在是足。哦啊，所以咱咧讲哦，除了讲财团的手介入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整个医疗生态改变吼。啊，搁即个讲哦，这资源的浪费，污到即个款来啊！尤其是那迄个老啊，医生拢唔敢讲安怎呢？哦，迄个背后迄、那个，伊若来看，伊讲要骂我者，骂我者，啊，就直接哀讲我安怎，我安怎，啊，你变哪？啊，药啊，直接开，啊，伊嘛迄拢做内行的呢。啊，我知影讲啊，我若讲安怎，啊，这变作慢性病，啊，慢性病，我即摆才骂3个月，安尼教咱母的啦。啊，所以吼，迄整个的毛病吼。我真毋盲讲，咱若真正有咱家己个，咱真正有咱家己个国家吼，也是讲以后台湾地位正常化吼，即个物件吼，拢总个扫扫就是粪扫人。所以你甲各位报告讲，加拿大是安怎处理个吼？1986年吼，以前，一直到1990年以前吼，伫安大略省，其他省我毋知影吼。安大略省用家庭做单位，一个家庭。一个月要交150块，哦，啊，150块就是等于医疗保险交的费用，啊，迄阵啊，差不多一块是差不多30块，所以150块话就是4500吼，啊，4500就包括全家庭啊啦，不管你几个囡仔啦，哦，迄阵的讲法就是讲，迄个，尤其是迄款囡仔愈济，哦，特别爱甲照顾，啊，用一个固定的迄款。迄款收这个保险费的方式吼，啊，互你的家庭的医生靠岸生，啊，所以大家拢同款。啊，这个制度吼实施真久，啊，但后来尾啊，因遐的议员哦，想讲，这表面上敢那公道，其实无公道呢。哦，收入有高有低，啊，你讲用大家拢同款的，表面上好像公平，其实内容不公平。所以后来安那想啊，讲变那公平，哦，咱这边啊照收入嘛。啊，你收入偌济，啊有一个基数吼，啊上个济偌济吼，啊照这基数安尼甲你收入，表面听起来嘛，那敢那公平，啊其实嘛无公平嘞。哦，最高基数，譬如讲最高基数爱拿4500啊4500，最高。啊，你对款吼大歌星啦、大企业家来一个月赚着几啊十万、几啊百万，你款人你甲收着4500，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，甲这个责任完全不合比例嘛。哦，安尼啊是要安怎啦？所以后来加拿大会的议员哦，因去想，拢唔免交哦，咱咧所谓的健保费拢总唔免交，啊唔免交国家是要安怎？哦，迄、那个整个的医疗系统是要怎去维持？所以后来吼，因就是讲健保费拢唔免交，但是吼，伫迄个消费税，哦，咱知影消费税啦吼，就是你买物件啊，都要 plus 几%，哦，有诶讲6%，有诶讲7%。哦，啊，这个加起来的趴数，就是消费税。讲所有人健保费拢免交，但是伫迄个消费上顶管，甲加一趴，原来是6%，变成7%。啊，这个1%，就是做全加拿大的医疗保险的来源。安尼落去，这步是啥意思？我要甲你认钱吼，要对你裤底啊，甲你认，互你无感觉啦。唔免讲，哦，卡健保一个月4500，还佫摕来交啊，还佫，唔免啦。你去食一顿饭，你都要6%，吼，哦。啊，我都使乳量啊，都会使。你敢若要使法拉利，吼，哦，1%交着钱啊呢。哦，所以你有法度高消费能力的人，你做你消费，但你对这个社会的社会责任，你自然就负担的更大，而且。对咱底下给你认钱，个你无感觉，袂怨叹。安尼有水无？水。啊，所以你都免烦恼讲，啊，今健保费该安怎安怎？
哦，我的收入若偌济，啊，我会当伫我诶预算内底控制我诶生活，啊，我迄个伫我诶开支内底，啊，控制我诶收入，啊，然后伫即个中间，你自然照你诶迄个收入甲你诶消费诶情形吼，自然你着伫即个社会尽一份责任。哦，啊，所以愈有钱诶，当然就交愈济，啊，交愈济伊袂怨叹。我都感觉啊，都落地啊，无感觉讲政府在甲伊任落地啊。哦，像即摆，吼、哦、一个手工安尼，啥物药价，啥物啥要做起吼，迄台湾人则真正吊起来吼、哦。以前咧听人讲花博140几啊，敢若参我无关的，敢若足荒唐的啦吼。迄、哦、一支用材啥物200块，啊足荒唐，但是咱就参咱无关的啊。啊，但即摆讲政府的手要甲村民落地，要甲乌油价，要甲你乌电钱，哦，大家拢跳起来，讲他系遮可恶呢吼。啊，其实。迄、那个加拿大伊个整个设计，当然上界基本的观念就是讲，你不要把那个医疗，整个医疗制度看作是一款保险，你若保险都赚有赔啦。你也看作是一个福利，迄是住伫即个所在，伫即个社会，所有的人应该享受的福利。哦，啊，当然即个福利，一个是福利的观念，啊，一个是保险的观念，我就无共款啦。哦，保险未使了钱呢。哦，啊，赔险，迄个，借较济人个钱，啊来赔一寡啊，拄着作情形个钱。哦，当然，迄个保险个上基本个动机，啊，甲咱咧讲个讲福利个动机是不一样哦。安怎过来加拿大吼？你若伫加拿大，你要看病吼，同款有一张卡片，哦，啊，同款有晶片，啊，你去吼，同款爱交挂号费，哦，安尼挂号譬如讲5块啦吼，啊，5块。你若30倍就105块嘛吼，比如5块，安怎去你遐医生看？哦，医生甲你看，第一线迄个做家庭医师啦，第一线做家庭医师吼，啊，家庭医师吼，你的这个家庭就是大部分一世人拢得这个医生甲你照顾，所以你的病史吼，迄个叫做 history， 就是你的情感单啊，你有啥物问题，啥物毛病，还是你的体质有啥物款无同款？这个医生拢足了解，哦，啊，即摆第一线医生甲你看看咧，譬如讲吼，第一线医生甲你看看，咱普通时就讲啊，像咱这内科医生啦，哦，啊是讲咱咧讲啊，咱这小儿科医师啦，哦，啊，这个一般的家庭医师吼，伊啥物拢爱知，但是伊无一定啥物拢爱做，啊嘛袂使啥物拢要做，袂使吼，所以家庭医师在处理普通时迄个一般的小毛病。啊，即款你若去，你甲挂号，爱甲你，你个卡路地甲你摕出来吼，啊，甲你看看，啊，你即摆拜安怎艰苦，啊，听吼，啊，初步迄个诊查，伫诊所当做，伊甲你做咧吼，啊，但譬如讲，嘿，你即无共款咯，好是呢，你即治疗吼，爱去找专科医师哦，即我无法度甲你处理哦，无法度甲你处理，伊都爱转诊吼，专科医师啦，啊，所谓专科医师吼，拢总是外科系统个啦。全部都是外科系统哦，比如讲哦，我是耳鼻喉科的专科医师。哎，耳鼻喉科的专科医师，唔是食饱在人脸皮康啊，呛烧水呢？那个怎么算专科医师？耳鼻喉科的专科医师，就是你鼻腔有问题，会使给你掀开来，给你手术；你耳啊内底有问题，会使直接给你掀开，就要给你手术。迄只是叫做耳鼻喉科的专科医师呢。哦，咱接触者讲哦，我耳鼻喉科专啊，结果迄款医生训练出来，才食饱干咧，共呛烧水，甲脸皮康啦。完全是浪费吼，唔是安尼误的吼。你是耳鼻喉科的专科医师，你就是完完全全伫这个部分，你会当做真深入的开刀，迄才是做专科医师吼。啊，像你讲啊，我有啥物问题啊？啊，我脑唔知安怎咧吼。啊，像迄个家庭医师甲你看下，讲你这我该送个专科医师，你这可能爱佫进一步的检查。哦，啊，即马你的资料用电脑也好，还是讲用书面，即马拢用电脑吼。你的资料对象，你只要你看的所有资料，拢爱送去迄个专科医师，小可先甲你了解一下。哦，所以过去你有啥物问题，啊，你对啥物药啊过敏，啥物安怎？啊，最近处理啥物？啊，即摆种主诉，即摆来哦，家庭医师看啥物问题，拢先了解一下。所以你未来，你未去，迄个医生就知你要创啥。啊，若去了，这专科医师佫甲你检查，有必要讲吼？啊，因呢拢合作，看作 medical center 吼。因若有需要讲进一步的迄款 X 光啦，还是讲搁较大的 CT scan 啦，啥安怎吼？大部分拢共一间 building。啊，一般的所谓专科医师，我咧讲外科系统的专科医师吼，拢总是一个人尔，
伊 always 共款一个一一间一间一间警察室安尼尔。哦，所以这个专科医师，伊安尼读了，啊，佫着爱继续互训练五档，有诶训练到十档才有法度，规身躯诶武艺才会当出来独立作业吼。即摆毕业了后，伫咱台湾讲较紧诶，我若家己要开业，吼、哦，我着爱来借钱，啊，地点要买到地，找一个较好诶，啊，厝爱起个较水咧，啊，物件要收诶，拢贷款咧。哦，那个压力会有多大？啊，伫外国装毋免啦，我着一身躯武艺就好啊。哦，啊，即摆你来互我看，啊，我搁透过甲你开什么单，你检查查咧，确实证实讲，哦，你诶脑不好哦，好像长不好的东西哦，所以要开刀，哦，安尼吼。按、啊、说要开刀哦，还有说开放性的医院呐、啊，啊，开放性的医院创啥？迄种政府设的吼，啊，政府设的迄个内底的设备，它可以评估，譬如讲啊，这个都市300,000人，所以有需要两台 CT scan 吼、哦，啊，有需要两台迄个核磁共振吼、哦，啊，有需要几台什么款的 X 光，那个都可以评估啦。这样资源医疗资源才不会浪费啦，袂多啊大。大金庙拼小金庙，啊拼到逐项你也有，我也有，啊才咧利息都还拿袂起，啊才对患者直直恶。所以，迄、那个讲真正最先进的医疗器材，伫迄个开放医院，拢甲你设备好势，啊爱偌济，互这300,000人拢总有当用，可以评估出来。然后，即个设计伫遮，啊即摆即个专科医师吼，伊接到即个病人了，啊知爱开啥物刀，伊就马上甲即间病院召回。讲我是甚物款的专科医师，我叫做甚物款的病人，我爱开甚物刀。迄间开放性医院的所有的内底的护士，包括迄个作业的人吼，就将这个患者摆好势。哦，因为这个之前甚物拢检查吼，拢知影，即摆来就是开刀啊。所以这个患者照迄个时间去，这个医生一身躯武艺就好啊。拢唔免阁排好，遐所谓医疗重担排到卡煞平。家己医生去，啊，即摆医生开刀了，规个那个照护，规个伫迄个开放性医院内底，该当爱待偌久，都医生来开。然后这个医生家己开刀，要负责去家己查房啥安怎。他们是这样设计的啦，所以医疗资不可能浪费啦，医疗资源啦。哦，啊，即摆过来，啊，你讲啊。啊，台湾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医生讲用业绩的吼，啊，直直拼，啊，正当也拼，啊，无正当嘛拼，啊，反正硬下嘛拼，啊，拼呢，就是因为你拼，结果你会使偷你偷来，袂使跌落地下底，所以你拼才有迄个创意嘛，啊，你若拼，讲政府迄个这手，互你，啊，政府对这手甲你摕起哩，那拼要怎啊？所以针对人性哦，针对人性，就是讲，伫迄个，敢若在他可以评估吼、哦，伊评估的方式讲好，养成一个医师的迄个时间，那个整个的养成成本爱偌久，哦，人已经出去社会趁钱，趁足侪当诶，啊，你还搁伫病院训练，哦，啊，所以迄个做者医生伫敢若在即款社会，他的物质上的收入多少是合理的，那个是可以评估啦。哦、包括你的养成成本，拢总会使算出来。哦，啊，搁上面，你家己开业也好，还是讲你伫做专科医生，等人家你转进患者来好，你的工作时间一日偌久，一日会当看几个患者，那个都可以评估。哦，咱只若讲对一个医生较出名哦，你挂号早是挂400号啦，要是你等到5点要下班，还搁等袂到啦，无可能的啦。哦，医生毋是机器吼，所以你迄、那个。Working time， 偌济 capacity， 偌济当看偌济患者，拢会使评估你啦。哦啊，你若报，你甲政府报偌济合理，伫某一个范围合理，譬如讲10,000块至15,000块加票是合理的。哦，一万块就是咱代表，比如讲30万吼，然后啊，伫加拿大物价较悬嘛吼，所以来讲一个医生，包括伊工作量，包括伊迄个工作时间啊，算嘞啊，申报甲政府申报迄个保险要请吼，你甲报10,000块，甲15,000块，譬如这样讲，这个是合理的，哦，政府大概拢袂同意啦。啊，你若讲吼，对一个医生休困休困，我直直拼，啊，就是直直拼，啊，毋是搁直直拼，我一个无报3万，大部分伊也袂特别甲你刁难啦。哦，当然伊会甲你看，会甲你讲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是不爱做人啊，是无？安尼干那直直认真咧趁钱，还是咧趁安怎？哦。
这手给你，手给你，你跌到正面落地啊！迄只手对你落地，搁你捡起来，那个高税率会变得很高啦。啊，所以你是咧变笑的是吧？哦，相关的税率会使达到五十几趴。你若比如讲，你报一万，哦，啊，你税率有可能十趴。哦，你甲报两万，要是有这税率跳起来变四十趴，啊，等到少咧。啊，我是咧创啥？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吼，就是 working opportunity， 就是工作机会，爱让互别人做。你唔通讲我卖啊，我轻啊吼，这社会资源我有法度啊。哦，我特别是恶的哦，工甚至工厂要加班吼，都袂当，因为讲我轻，你就使无限制地加班，袂使。这个 working opportunity， 爱让互别人。非常清楚，啊，医生同款，所以你敢那大医生吼，大概是一礼拜工作四日至五日啦，无人超过五日的啦，哦，大部分拢四日啊四日半，因为医生还有家庭生活，哦，啊，然后医生嘛都爱进修呢，哦，所以真济敢那大医生吼，在工作四日，啊，工作四哎多谢，工作四日内底吼。我认真做，我一日若讲做八点钟，啊，我会当做偌济，吼，啊，剩咧一日，我爱转去大学诶医学院做迄个志工、义工，一方面接触大学，你才会当接触新的知识、新的医学知识，搁一方面，你会当有机会通去参加遐遮少年医学生，所以有两个责任吼，所以包括讲你家己诶家庭生活爱时间嘛。你家己的专业的进修爱时间嘛？啊，你即马出来开业啊，你变做一个顶辈医生啊，你爱当医生，甲只新的少年的医学生跟斗参加，跟带实验也好，跟创啥好，做义务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伫这款情形之下，你甲看，医生伫加拿大的这款收入，甲你评估一个程度是合理的，过头都无合理，过头若无合理，你的落地啊，这边互你，那边甲你认倒转来。你若搁不想过分，那个法律的问题马上来了。所以你免乱舞，你伫迄款社会内底，你着照你的职业道德认真来敬业来做，安尼就对啊。无迄个讲吼，有外劳啊，有当安怎歪哥啊，啊，啊搁加拿大吼，你若去普通的迄个诊所看病吼，医生开处方给你吼，迄个处方爱家己买，你爱家己出钱。药啊钱爱家己出，啊挂号费吼爱家己出，啊然后医生开药啊，什么看什么药啊开过了吼，你爱落下骹，咱咧讲 drug store 吼，就是迄个药房哦，啊是即卖药房拢会掺迄个药局，啊是讲迄个唔是杂货店啦，就迄个吼南座会嘛吼，你去，其实药啊无遐贵啦，哦。迄药啊，你若讲照成本吼，一粒几角啦，啊几角，迄个成本大家拢了解嘛，哦，啊算算咧，这药啊变作一般商品，差一点啊利润，包括一个药剂师的鉴定处方费，迄政府爱付，你免付，哦，啊像药剂师给鉴定这处方了后，啊若有啥物问题，伊会甲医生联络，吼，哦，啊医生若甲回了后，这药啊是等于一般商品差几%的利润。迄拢公开嘛，迄毋是秘密嘛，所以你的药啊就作俗个，但是你一定要家提钱出来买，哦，安尼就袂成功，较紧个吼，我某较紧某来中国，互阮啥物人食，爱钱嘛，你家提出来嘛，啊，所以整个个设计吼，差不多互你感觉讲完全无懈可击啦，哦，啊你我咧拄则咧个各位报讲，你一个医生出来，尤其是专科医生，啊你互训练遐久。啊！出来你着搁排债务去借钱来买厝来起厝来搁学啥？夭寿啊！那人生有几当好拼？啊，无法度啊！我着较紧个乱学啊哦！我会使头年摕来吃哦！啊，包括迄个税金问题，我会使想空想方来走，就是安尼，互即个台湾的医疗界变作非常混乱啦。所以咱是真毋茫讲，我常咧想讲，啊，遮个吼，啥物大官小官吼，啊，小可着讲要来考察。咱去外国行两摆，都相当有感想啊吼，啊相当有感慨啊吼，
啊，恁遮大件事、大官小官，逐工都咧考察，开啊钱咧考，你是咧看啥物碗糕，是咧看啥物东东？哦，即个我有时吼，阮家己小小啊吼，啊我出门嘛拢骑倒来吼，啊逐摆若骑倒来，对路咧长咧长咧长吼，我就想，干那台湾的台湾人有法度忍受讲，台湾的迄个纳税人有法度忍受讲，迄款路即个款，啊你了了长个点点，我觉得，迄真正实在是袂晓讲的怨叹啦吼，迄拢咱钱出的，啊甲你补加咧，迄都路都无。无三手平，啊，逐摆要徛到啊，长到啊，长到啊，长，啊，大家阁无要紧嘞，长无长。所以像这款代志吼，咱以后绝对不容许它发生了吼。啊，咱还阁有几分钟，还到十二点嘛？阁十五分钟，哇，十五分钟嘛足久嘞吼。好，无要紧。所以伫迄个，咱台湾人啊一路行过吼，啊，咱即卖就是要重新来定位讲。啊，什么是台湾人？哦，什么是正式？这迄个原来阮淳朴哦，啊，诚实的台湾人。我伫遮甲各位讲一个故事啦，吼、哦，这短短啊尔吼。啊，有一个美国人吼，啊来台湾三十冬。啊，这个美国人吼，伊的爸爸是政府的公务员。啊，因爸爸退休了吼，退休金的领取有哪几啊款方式啦，吼，啊。这个美国人的爸爸吼，伊甲选取迄个年一当领一摆啦，一当领一摆吼。啊，这样尾啊，爸爸过身呀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美国人参伊太太啊，对台湾等于美国甲爸爸奔丧啦吼，一直丧吼。啊，这告别式结束了吼，啊，这个妈妈甲这个美国人讲，囝，咱就是条钱。爱行政府，啊是安怎吼？伊也做一当领一摆嘛，吼、哦！啊，美国政府的规定就是讲，每当的一月十五左右，这条钱就拨予你啊。整年度的你的退休金安怎算法拨予你？即马拨予你了，你若准了讲，万一你是伫一月三十一十二点五十九分以前去世，这条钱要行政府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准了讲是伫二月初凌晨十二点一分才去世，这条钱，互你的家属政府袂甲你讨，互你的家属继续用，正拄啊好吼。因这个爸爸吼，迄、那个伫病院断气吼，迄、那个医生甲拔管吼，拄拄啊伫一月三十一十一点五十六分。所以死亡诊断书顶管的死亡时间就是写一月三十一十一点五十六分，差偌久？差四分钟啦，差四分钟。那差四分钟吼，这个美国人因妈妈吼，啊甲载来讲，惊这条钱咱都爱提醒政府。啊，伫车底吼，这个美国人咧甲因妈妈，嘛毋是讲对妈妈，干那嘴安尼妄念啦，讲啊，迄个啥物医生嘛无意思，哦，差四分钟尔，你都卖遐紧甲拔管吼，啊，咱熟识遐久啊，咱的家庭医师甲咱做遐久啊吼，啊，都差四分钟，你都差第五分钟啊，再甲拔管，啊，下就变二月初，迄凌晨一分吼，啊过往的，哦，那安尼咱这条钱就使留咧用，就免交转着政府啊。你知妈妈安怎无？伊妈妈咧塞车吼，就听着因囝咧讲哦，伊妈妈忽然间变得很激动啦。我感謝上帝，加在你咧讲这句话，边啊无其他人听到，啊听到安怎？我你讲这句话，加在边啊无其他人听到，那听到我伫这个社区根本无得住落。煞你搁讲一句呐？啊，你咧台基迄块岛的人，大家拢安尼做是无？伫咱看这个有啥物大代志？哦，伫家属看，伫迄个医生看。你顺水人情嘛，噶毋是？哦，啊，都同意啊。医生嘛知啊，知讲，那恁那迄个死亡时间吼，啊，互伊拖四分钟啊吼。啊，这条钱反正完了，几啊万美金都免寄转予政府啊。哦，啊，恁家属就会使用啊。哦，恁若伫咱遮看，根本毋是代志啦。哦，相信大家拢会安尼做啦。哦，结果伊妈妈咧足大声吼，忽然间足激动吼，讲。感謝上帝，加在你講這句話，邊啊無其他的人。
那去予其他人听到，我伫即个社区待袂落去啊，待不下去了。恁迄只恁迄个岛的人，大家拢安尼做是无？搁甲各位挑战一下吼，要养成即款的人吼，绝对毋是讲学校的教育安怎吼，啊，就有法度养成即款气质的人，一定全盘的，连一个漏洞都不行。哦，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周遭的人，拢拢总总是这款的要求，这款的风气，才能够培养出这种完全诚实的这款的人。所以我第一摆听到这个故事，我嘛足感动的哦，夭寿啊，电脑看，纯粹讲我嘛可能会安尼呢。哦，顺水人情嘛，啊，对我也是啊，四分钟哦，搁等下，搁等下，搁等下四分钟哦。哦，来第五分钟，我再给你写诊断书。可能我也会这样做，哦，所以讲，咱常咧要求讲，吼，咱都爱安怎，咱都爱安怎，咱要建立咱怎，咱若建立个国家，若毋是亲像讲咱所理想讲诚实、正直、公平，咱个所有个拍拼拢空空啦。所以我真家己个人我嘛安尼真要紧啦吼，大家咧讲，哦，我叫美国啊当来管，哦，啊都爱安怎安怎，我讲迄毋是做管啦，迄个重新对头，重新再做。台湾人的基本教育啦，哦，所以伫这个咱所期待吼，即摆毋是咧讲哦，有讲吼啊，即摆恁来参加民进了后，哦啊，你着做啥物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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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物官吼。其实我家己我自我期许啦吼，啊，我嘛去用点名讲咧做啥物台南州长啦吼。啊，其实你即摆有啥物款的头衔咯？其实就是你的头衔越大，你的责任越大。啊！伫迄个咱拍拼要袂搞以前，这些头衔都是虚假的，拢是虚拟的。即、這个为着即个组织的方便，咱用即个方式来设计。啊，当然，咱来讲，咱来拍拼有够，啊，迄个唤起美国的良知吼，啊，要转来讲啊，台湾即个问题应该伫整个美国的责任之下，赶紧互伊正常化。哦，遮尔济1600万、700万的台湾人，毋通阁受即个苦。哦，哎，若转来了后。我们真希望可以重新再造台湾人呐、啊，所以唔免急，这个重新再造台湾的时间吼、哦，那我的看法吼、哦，20冬无嫌久啦，30冬嘛无嫌久啦，甚至5冬嘛无要紧，我哋完全重新搁定造就的新的囡仔，搁一代起来，台湾何去何从，咱来决定，未慢。哦，那安尼，咱直接呢共同做这个梦想啦吼、哦，我常咧讲吼，咱。有这个理念，哦，这秘书长啊何瑞贤，甲咱研究这个论述，啊，咱认同这个理念，哦，啊，这个理念成做咱的信仰，啊，咱的信仰透过咱的拍拼，啊，让台湾人有一日真正会当过一个靠人性的真正的生活，哈、哦，我想迄比讲做啥物官搁较重要，真多谢大家。谢克力。今日老家吃饭